语老师、乌克丽老师。那我们今天是乌克丽丽班，以及我们这个在座的迪迦、伊塔、陶迪，我们这个樱桃爱乐星期六下午的课程的班级一起联合演出。那我们今天要带来两首歌曲，第一首是《你歌捉泥鳅》，第二首歌呢是《小城故事》。等下呢，如果大家会唱的话呢，就跟我们一起唱，好不好？Thank you.
怡老师，您的课程可以再播报一声吗？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浩怡老师。我们的乌克丽丽班是星期五早上9:30到11:30在山顶国小，那欢迎大家来报名。